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我们的书法节目。那么在上一讲里呢，我们提到今天我们讲结构部分当中的三合这个问题，具体什么叫做三合呢？我们请田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田老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三合的概念好吗？汉字的字形呢很复杂，这个有很多的字形呢需要我们来做讲解的，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就集中一些个难度比较大初学者不易掌握的一些东西做一种讲析。三合属于呢，实际就是三合一，三个组成部分合在一起成为一个字的。然后就说这种三合一的字呢，应该说呢有几种不同的形式，有的是一种啊横式的三合，也有竖式的三合，还有一种顶式，顶式三合，基本不出这三种吧。有人说呢，这个竖式三合呢，叫做三庭；把横式三合呢，说叫三云，或者叫三连，这个名目不一，实际上呢，都是三合一的。我们现在呢，逐一的做讲解和演示。我们先谈一谈呢横式的这三合，比如说大树的树，这就属于三合的横式。感谢的谢，这些字我们边写边讲好吗？好的。这是个树，树木的树字，中间的这种写法呢，也是一种碑帖的一种写法。也就是由横向的三个部分组成。这样看呢，横向的那个木豆寸这么组成了一个字。也不见得中间每一个部分必须是一个字，但是呢，应该说呢，它有这么三个部分啊，横向的、竖向的、顶式的等等，都应该有这么一个。三个组成部分，我们现在写的这个呢，就要让告诉初学者什么呢？就是两端呢应该重一些，中间呢应该弱一点。既然我们作为一个结构部分来讲呢，就是说它有特殊的技法。对，就是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两端写重一点，中间稍微写弱一点。不要把它这个三者。搞得完全一个分量，这就显得太雷同，我们再写一个字，写个感谢的谢字，也是这样。尽管说中间这个深字啊，看来肢体很长，仍然呢它的笔画相对要虚一点，要轻一点，这是写横式的这种三合字的一个要领吧。我们再写一个啊，比如说前面有这个九重中间有个魏征的征字啊，也应该是这样的啊，两边呢稍微重一点，中间稍轻一点啊，力量呢
特别放在最后。如果说左右两边都相对的重一点，那么右边的分量更要沉一些才好。嗯，这是我们指的这个啊横式的这种三合啊。嗯，这是您讲的这个，也就是横式的三云三连。哎，对的，这个称呼呢也不相同，但是呢，它的意义上是三合。嗯，我们再讲一点关于竖式的啊，谈谈竖式的。竖式的呢，有一些字呢，咱们也应该注意，就是竖式当中三合的字，要求注意突出哪一部分，或者是突出上，或者是突出下，或者突出当中，有一个部位必须得突出。如果这三边是平平的，那就没有意思了，哎，这个结构就很死板。嗯。但是如果突出两个部分，就显得没有一个主要部分。那突出一个主要部分，它往往这个表现的呢，也许在上，也许在下，也许在当中，要随时的注意这个字形的特点啊。现在我们写一个突出上一部分。当然笔画都很多了啊，你看这样的字呢，它很难写的啊，笔画相当的多。但是呢，你看虽然多，它却这个宽放程度放的却只是在上段，这个雨字头。尽管我们说了应该是上让下，但是让我们看到它的宽放位置却是在上边，它使它伸展，向两边伸展。尽管这个雨字已经变形，而且它是宽而薄，但仍然这个宽放上是要表现它的。下边的几个组成部分不能超越它，啊，这是表现的上。嗯，突出第一个部分的有哪种字呢？咱们看一个字啊，这在九成宫当中也有这个字啊，就是玉字。这个玉字，这个玉字在九成宫当中呢，就是无玉争之气那一句话，就这个字呢，中间的部分有的朋友看不清楚，以为是两个时差，实际上不是，是这种写法的，应该注意，这是突出当中这一部分，我们再看一个突出下边，这个一种字形，比如说我们写一个。这个襄阳的襄啊，这上边呢现在都在缩着，在往紧凑写，等到下边呢，这就是宽放出来。所以看到上中下这几个方面的写的时候啊，都应该注意到啊，竖式的这种三合一定要注意突出哪一个部分，不可这个完全是千篇一律的。那么我们再写一个，比如说心意的意啊，这个字。这一长横突出出来，
就显得这个精神。我们再写几个顶式的，顶式的就是一三角形的这个，往往呢，上跟一个或者下跟两个，或者上跟两个下跟一个，这种啊三角拍开的这种字啊。你说我们写一个森林的森字啊，这种字呢，一定要有收有放，它的放重点是最后这一部分，突出的突出最后这一部分，宽放是从这捺笔表现出来的，但是整个的最后这一个木字应该稍稍重于前方这两个木，前方这两个木呢，上面这个木稍稍重于左方这个木，像这样的三合的顶式排列这种字，应该注意到最后这个稍稍重一点啊。这里需要说一个字，很多初学者呢不知道这个字啊究竟是怎么写，就是心字，三个金人的金字，这个心字啊，我们看一看，最后这笔捺出去，像这个心字啊，不能把上边这个撇捺把它延长覆盖下方，这不行，因为这三个相同当中呢，最后呢重心是落在紧后的这个进字上。我们呢现在呢，再写一个，虽然是一个品字形的，但是呢，它却不是这个三个相同的字形的。比如说，人家写个大树的树字的一个异体字啊，还是前面我写的那个树字的异体字，这是一个木，在左边写一个豆，右边写一个寸，力量主要是在这个寸上。是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在品字形的这种三合的这种形式当中，应该注意到呢最后这个部分，它的这个重心在最后啊。我们再写两个这个顶式的啊，上二下一的这种比例关系的啊。比如说，我们写一个凡字啊，凡字是繁简的繁，这种字呢，写出来注意哪个问题呢？就这个部分呢要偏下，这个部分要偏下，这个部分呢稍稍靠上，这底下不是一个画一的，把这二者啊区别开来，我们通常说把它咬起来，不是啊机械的分为上二下一，是上面这两个部分呢，左边呢要靠下，右边靠上，然后呢使下边这个部分呢插进去，基本靠右上方往里插，这样字就咬在一起就紧凑了，要不然是互不相干的三块，这就不好，所以那个字形当中呢要比较紧凑的结合起来啊，这是比较难的，对于初学者来讲这是比较难的，而对于
成就比较高的一些书法家呢，他难于就把字呢写松了，把它写的疏散一些，不去那么紧凑紧张，而表现那种宽和，这是对将来的要求。在开始阶段就应该紧凑严格一些。嗯，所以对于这个学习书法的过程当中，在不同阶段有一个不同的要求。你比如说像这个鉴别的鉴字这样的字也是属于这种结构的。对，嗯，跟这个意思是一样的啊。我们再写这个字啊，我们现在写的都是繁体字啊，可能一些年轻的朋友呢还不大熟悉。然而既然是要学习书法，就得应该呢对于繁体字有所了解，而且应该很熟悉它。尽量把右方呢写的稍靠上一点。嗯，剑字，嗯，在九成宫当中呢有这个字，剑应群形，润生万物，啊，有这么一句话。就是我们呢，写这么几种形体，我们在这个时间里面呢，准备再把斜视的一些字形啊介绍给大家。嗯，包括哪些呢？斜视的就是这个字啊，从整体看是歪着的，是斜着的。这样的字形不少，比如说多啊、少啊，嗯，啊，这个物要怎么样，就是不允许怎么样，那个请勿如何如何那个物字啊，这些个字形呢，对我们看起来，是经常要使用的，但是，有人写下之后，因为字形是斜的，是歪的，就不好掌握了。我们现在呢，把这类的字形呢，向大家交代一下。嗯。这个斜视的字形呢，有的向左，有的向右，有的向左斜，有的向右倾，啊，这个我们再看一看的啊。因为我们汉字本身呢，就应该是很正的。对，嗯。这样呢，斜视又想写出正的感觉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对，嗯。好，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写个多少的多字。少的少，这种字啊，看着都是斜视的，从形体上看它并不对仗，并不工稳。然而你写完之后要工稳，要端正。这个端正从哪里来呢？就是把字心写正。字心，每个字都有个字心，有一个中宫的关系。要把这中宫抓住，把字心抓住，那么这个字就不倾斜了。尽管笔画是在向左或者向右倾斜，让这字心是正的，就像我们舞蹈演员一样，你看着在啊，就是这样左右倾斜啊，这样在摇摆，然而它却很稳定。稳定的原因就是它身体的重心没有倾斜，这个重心也就是互相的支撑的关系。和平常人呢，这个酗酒之后啊，东倒西倒的那个情况就不一样，因此它是一种美的。我们写字也是这样，欧阳询写字的特点就是在险绝当中求平正，平正当中的求险绝。有人曾这样说过，说欧阳询像是一个登山运动员一样，专门在奇险之处，在高处寻找平衡，寻找端正，总是在危险当中表现这一点。那么欧阳询呢，经常是这样写，比如说一笔是斜的，两笔还是斜的，第三笔仍然是斜的，忽然最后一笔把所有的这个倾斜度都调整过来，一下子变得很端正。我们再写两个字啊，看一看，比如说奶，这个字。你看这个字了吗？
欧阳修写的时候很有办法。一般我们写这个乃字啊，本来它就斜视的，大家不敢往斜处写啊，于是往正处写。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写一下这个乃字啊，有人就是这样写，那乃字是斜的呢，他现在得写正一点，别让他斜过来啊，用这种方法写。于是呢，写完一看，倒显得斜了，倒不好看了。哎，欧阳修顺势的写，你不斜的吗？他越发让你倾斜。结果我们却感到呢，他很匀整，他是一个姿态。哎，这个姿态当中呢，这个字心很正很稳啊。我们再写这个字看一下啊，这笔很倾斜，因为它不是主笔，所以呢它比较轻，这一笔呢往上斜，所以它任何一部位都是斜的，最后呢却感觉是正的，这实在是一种啊技巧啊，对这个字的掌握理解啊。所以有的初学者在学欧阳修这个乃字时候，一下掌握不到这个要领啊，这需要千百次的努力啊。这是个乃字，我们再写一个母字，母亲的母字啊。这母字写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中间这一这两个点儿，最好不要写成一竖。如果是组成字，比如说海字啊，每天的美啊，教诲的悔啊，这些字还可以啊。如果是单写一个母字啊，尽量的把它写成两点儿，因为这个字仍然保持着文字学当中所讲的那个象形的问题啊，是这个关系。所以我们呢，这个有些写法上一定注意文字上的准确性。这是在向左斜的这个方向，对，看见都是这个方向。还有一些呢，像右倾斜的一些字，啊，也应该是这个道理。我们写两个，大家看一看啊。比如说七字，就数字的这个七，这两笔没有一笔是正的，啊，但是呢，你却看得出来。这个字呢也是正的，这个七字写说千万不要把这个这个横画写平了，比如说要这样写，这是平的，再这样写，这字就没味道了，哎，倒看着不正了。啊，因为竖折这个笔呢，它却感觉到是个倾斜的，必须有其他的倾斜，二斜相加为正的，是这样一个关系啊。我们再写，比如说干戈的戈字啊，这个字也是一个斜视的，你看也是没有一个正笔画，可是加起来却是正的啊。我们再写一个，比如说叶字啊，压叶的叶字，这样的字虽然是斜的，写完之后却感到它是正的。我们今天就把这些个个别的字形向大家介绍这么多。